当我们今天在做这个仪表板的时候，那个标题名称修改，这个名称也要修改，不然你到时候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仪表板一是什么。好，我就把这个仪表板一改成各年同期比较，这是改工作表名称哦，这不是在改那个仪表板名称哦，仪表板名称在这里。这仪表板二，这叫做各年度销售与同期比较。好，我到时候只输出这一张了。